又到礼拜三了，各位朋友。哎，好，今天我们开始呢会比较特殊一点，我们会需要请主持人呢先把麦克风带好。是的，快好了，我好了，好了啦，干嘛这样嘛？快点啊！我看你要看多久。好，我们今天呢一开始蛮特别的哦，我们今天呢有外景哦，我们今天有个外景小姐，有外景小朋友。高铁。太酷了吧！希望我可以赶得回去啦。如果没关系啊，不用赶啦，因为这样子应该也不新鲜了，我也不想吃了，所以没错。太大牌了吧？太大牌了吧？牛哎！楼下超市有和牛啊，我刚刚才买了一个嘞。你不要那么扫兴啊你！真的很过分。要再进的呀！开始找大牌喽！翻白眼。所以你们是特地跑去台中帮我们买奖品这样子？对啊，很有心哎，有心哎，很有空哎，很有心哎，这个真的爽哎，这适合卤蛋，中间那四个我吃两个，马上明天不能动。玩游戏是为什么？因为无聊，所以找事做，所以要知道玩游戏怎么可以玩游戏就如何玩出不一样的生活？什么意义？在于同伴之间的交流，互动，尊重、包容、友善，拒绝谩骂与人身攻击，与人建立良好关系。我是大鱼，锁定麦卡贝 Live 直播，你最 happy 的游戏频道。干什么？背课文啊？还有谁的啊？好想全部背出来啊！白痴，浪费时间，不要浪费时间，不要浪费时间，好不好？真的是不要浪费时间。快点啊！我没想到是你的。快点！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有空？我们刚刚有一集特别计划，把这些有路人全部找来，然后我们第一趴就把他们全部人都看一遍，难度也太高了。我好想看哦，还有洗奶毛啊，难度太高了吧？有空。如果我下个月给你们喜帖说我要结婚，你们才会真出哦。结婚我看观众说，我们如果听到那个他要结婚，我们第一时间应该担心说，是不是仙人跳？没多少钱要跳，是不是在 RO 里面认识的？你是不是认识网友？你们想清楚，你怎么不先问我们？喜帖，喜帖一打开，我不是跟你说你买哪个东西之前都要先问我吗？收到喜帖一打开，林鱼，然后跟季新风残月，我靠，谁？新风残月也可以，哪一个二转的骑士？狂刀小伟，谁？小伟出来。请勿拍打位置。哎，还是这种 ID， 年纪应该差不多啦。骑山猪共撞山，骑山猪撞麦当劳是谁？谁？是谁？我说好笑，太远，不要被骗了。不会啦，你要考虑清楚。你要考虑，你真的爱他吗？会啊。他超早就200等了，好不好？会啊，爸，还可以带我去移动哎、欸，移动，全部带我去移动哎、欸，冲积分。